第三個特性，頭先就係講緊分子團細點解？你睇普通嘅水喺你左邊一大堆入邊，佢有成16到24粒嘅。普通水係咁樣嘅分子團大16到24粒一堆入到電解水用電嚟解開，佢因為水都有電壓加減，就變成4到6團水。意思就話有一啲係4粒一堆，5粒一堆或者6粒一堆嘅。點解？ 大斷嘅水咧就艱難滲透嚟，艱難排毒。細斷嘅水容易滲透嚟，容易排毒。嗱，呢一個博士咧，2003年贏到諾貝爾獎，全因為你睇下，去研究到水點樣可以入細胞。嗱，呢一度你睇到呢一個圓圈紅色斷下斷下呢一個我哋細胞個窗口啦。 所以第一呢一度下边嗰个 arrow 写到嘅系叫 aquaporin 系讲我哋嘅细胞有窗口，呢个断系窗口嚟嘅。呢个断下窗口嘅窗口咧，即系批准4到6嘅水渗透力强，容易入带营养去细胞，跟住另外一边出啦，系排毒啦，帮我哋嘅细胞。 第二呢一個咧，你揾呢個 arrow 上高左手邊寫到係大團水係16到24，第三就俾你睇，因為大團好艱難入呢一個細胞，就艱難帶營養去落細胞同幫你排毒。第四嘅咧就係分子團細係4到6嘅水，係定就係容易帶營養入我哋嘅細胞同幫我哋排毒。佢講唔係蘇媽水係一樣嘅。 種水，呢一個係綠茶。點解用呢一個綠茶？就係因為呢一個綠茶，去代表我哋嘅身體入邊呢個茶粉，代表嘅毒素同化學物質向我哋嘅身體。我哋睇邊一個水係分子團細，可以排多啲毒，滲透力強，帶多啲營養去我哋嘅細胞。 OK， 嚟盡滑我哋每一粒細胞同我哋嘅皮膚。嗱，呢一個係水喉水，哇，佢喺分子斷大，所以冇睇到工作。嗱，呢一個係我屋企嘅電解水，一倒落去你就睇到佢嘅工作。點解？ 意思即是話佢分子團細，佢可以排好多毒，吸收好多營養，幫助我哋嘅身體。嗱，呢一個係蒸餾水，第二種水試下睇喎，佢亦都係睇到冇分子團大喎。OK， 所以而家可能佢冇開色水啊嘛，再用我屋企嘅電解水，睇到冇？一下就洗出嚟啦，係俾我哋睇到。 呢一個我屋企嘅電解水，佢喺滲透力強，排毒都多啲，吸收營養多啲，滋潤我哋嘅細胞同皮膚多啲。嗱，我哋有食補健品噶嘛，啱冇？我睇邊一個水係能夠可以令到我哋食個補健品，我哋用呢一個水嚟煲湯，能夠可以。 增加嗰啲營養喺我哋嘅身體。嗱，呢一個係蒸餾水 ，sorry 啊，差唔多一樣多啊嚇。如果用其他嘅水嚟食保健品，你睇到冇？如果係換一個電解水，我屋企嘅水嚟食保健品，哇，睇到冇？咩意思啊？ 意思即是話，去幫我哋食個保健品，我哋可以即是唔使食咁多，食少啲，佢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吸收多啲呢一個保健品嘅營養啊。OK， 科學家都證明我哋要排多啲毒，點解？因為我哋嘅生活方式，我哋所飲所食嘅化學物質更加多，毒素更加多，喺我哋嘅身體，所以證明我佢哋講，我估計揾到今日太多嗰啲皮蘭雜症係因為毒素排唔出。
排毒是很重要的，瞓住段细的水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健康，更加有精神，饮到不要胀肚，不要水肿嘅，同埋佢可以润滑每一粒我细胞同埋我哋嘅皮肤中嘛，排多啲毒透，排多啲毒透著小便、大便同埋出汗，帮助吸收多啲营养，亦都可以瘦身嘅。嗱，呢个系我嘅老婆。是单单几个月啫，嗱，八月啊，成七个月，你睇瘦几多？佢仲话15kg，OK？你睇到好似好多，系因为旧摆佢嘅饮个水系瞓住段带，就整到水肿啦。嗱，我哋点解需要瞓住段细嘅水？因为我哋嘅身体系70几%系水，佢可以排多啲毒，吸收多啲营养啦。